生病的人最不想要的就是服用大量廉价人造药物，治标不治本。留在霍里史迪克斯医院吧，我们的自然疗法非常昂贵，这么贵怎么可能没有效？霍里史迪克斯来了就别想走。为双点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双点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您最爱的广播电台，我是资深主持奈吉尔·比克沃斯爵士，我在此为您播报，为您助兴，也为您单调的人生带来一丝精致。如果您想点播那些所谓的流行金曲，请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念头，我是不会播那些噪音的。
史迪克斯环境医学药物公司，或称霍霍医药，显然正在开业另一个自然公社，专治某些理智高于资产的病人。幸运的是，我的理智和资产一样多。
现在是奈吉尔爵士点评栏目。今天我去试吃了那家叫做悲伤蛋奶酥的高档餐厅，该餐厅的菜肴让我这个老饕深感欣慰，炒儿苗蛋配酸面包是点睛的菜品，我愿意给他打4颜评。勤杂工的工作是清洗与修复，不需要野心。我们的现场记者萨利·菲戈·布兰奇与他的摄制组刚从又一次实地考察中归来，我无法公布他报道的内容，没人向我透露任何消息。光头症患者们即将到达。
双点广播电台的流动记者萨利菲戈布兰奇一直在调查本地医院的状况，我希望他不要浪费时间采访患者，我是说那能创造什么价值。
们说他老不中用，他们说他丢人现眼，但是当世界需要英雄，英雄需要穿上他的弹力纤维紧身衣。今年夏天，罗德里克·库逊回归，致命紧身侠重出江湖。致命纤维五，拉伸过度。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将以谦逊的低姿态将公共服务进行到底。欢迎收听语法宝典栏目。其实我也很想做一期正音正字节目，但考虑到各位连舌头都捋不直，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你可能是唯一听到这句话的，你在吗？
今天我只跟你们谈一件事，长裤。对，就是长裤。人们应该随时穿长裤，因为长裤可以预防晒伤和膝盖弯曲综合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谨记。瑞秋霍桑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各位忠实听众，大家好，我是瑞秋霍桑，即将为您的耳朵带来一次如蜜罐耳的洗礼。请注意，如蜜罐耳只是个象征性说法，指的是我的嗓音像蜜一样甜，所以请各位不要慌张，也不要像上次一样打电话投诉我了。我不是真的想往各位的耳朵里灌蜂蜜。
天哪，昨天晚上有一棵树撞破玻璃砸进了我家的温室，您们敢信？哎，反正老想这事儿也没什么用，而且我家温室确实更加绿意盎然了。来一首好歌庆祝一下。